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看到这边是车门的螺丝。这个、外面可能如果下雨的话，打开门可能就会淋到，那久了可能会生锈吧。好，所以詹姆士呢，就请对岸的朋友帮忙买了这个车门螺丝保护盖，这样一包是12个，一个车门3个，4个车门12个。OK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咯，它的外面是这样子，好，那这个车门螺丝保护盖呢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塑料的盖子，然后这边一个双面胶。 OK，那我们要先把周围把它给擦干净，不要有灰尘啊，还是油污，这样粘上去会比较紧一点。好，那就可以把双面胶撕起来。OK， 是灰色的双面胶，我们再对准螺丝盖上去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。那下雨呢，就比较不会淋到那个螺丝。就不会有使用很久，然后那边螺丝就生锈的疑虑了。好，是前门的部分，这三个把它贴起来的感觉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好，就把它给罩住了，因为螺丝给罩住了。好，那这边是后门的部分。驾驶座后门的部分，你看这边有一个 lock， 是儿童的安全锁。好，那一样把这边周围擦干净，再把它给贴上去。这有的蛮难撕的。好，现在就完成一个，接下来有两个。其实买回来自己施工还蛮简单的，就撕下来贴上去就好了，这个不用假手于他人。好，这样一个。这样就盖住了三个，这是后门的，这样就不会露出丑丑的螺丝，也不用怕它，下雨天的时候被淋到撕掉，然后生锈，这样就 OK 咯。好，那前后门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蛮简单的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我是詹姆士，再见，拜拜。